非常的开心。神奇的颜色啊！扫描量，演员的微量，这套三维扫描系统可将真人扫描成1:1的三，精确度可以精确到毛孔。哇，这环背景很帅，啊，戴帽子很帅。1:2:8:7，这很像他 logo。哈，大家注意，千万不要动，是我不要动。这确实跟小孩不太一样，而且跟我之前拍过电影都不一样。看不太懂啊。全部都是一个没有实物的表演，然后要穿着那个衣服啊，戴着那个头盔啊。膝盖往上，这里的脚，这是脚的动，然后这是膝盖。其中的一个雕像就是一个棋子。哦，不一定是一个棋子的样子。对对对对对，棋子是一个打引号的东西，就是所谓的是棋子可以是任何的东西，一棵树、一个门都可以，都可以是移动的。对对对，有点像发脾气，现在已经越丢越生气了。之前是怎么样的？第18条了，还有35条，能不能收工？第一天开工要不要这样？吴亦凡，吴亦凡过来，上厕所上了8个小时，还要上多久？这是我的魂器啊！是2015年的最新的男装，最新秀款。所以你平时会选择这样的服装来代表你的职位吗？从这次电影之后，我估计会穿这种衣服。这根辫子，真的头发吗？从小时候开始留的，其实已经留了20年了，发量有点少了，要稍微用换一点好的洗发水。真的要去拖他的下巴吗？随便你们做，也要让他误过去。不够，对呀，继续遇到比你高的人，过不了肩，一直过不去，过不了今天的，今天好痛。吃下果实给那个银城。所以混合套面，哎，西夏果实，西夏果实，看，就长成这个样子。我是一个非常高冷的人，我不能笑，你知道吗？但你知道这个忍笑是件很痛苦的事情。啊，你怎么了，一凡？忍笑是件很痛苦的事情。我笑了，你就好了，对，你知道那个 timing。开了，正在等啊。刚刚是扫描的，多大了？14岁。Hello， 你太黑了，看不到。拉黑了吗？最多是在里面，我是比你高的。哎，真的？我看你在视线里面，是在里面怎么比我还高的？所以你要借一点视线，他在里面1.94米。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没有？从出生开始。这个刚好，觉得跟